我要做琉璃薯片，玄机凑齐万界八荒镜。据说吃了就能打开前世记忆，说不定我的前世还是个超级大美人。首先把土豆烤两个小时，然后再用热水泡半个小时，再冷冻再煮。你有病吧？我直接吃土豆不就行了？这种制作步骤完全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很高级，而故意把事情搞复杂呀。同意我的请扣一，不同意我的请扣圆周率后思维。煮到这种程度，然后我们脆汁石烹，加入马铃薯淀粉，搅拌成半透明状的鼻涕。What the fuck?放进烤箱烤15分钟。天珠，你非常成功呀！哇，这好像看他的鼻涕啊，太脆了。虽然脆了，但是确实是很透明的。这薯片的味道，我靠，吃到这种梅干呢，我他妈真的觉得自己刚刚在吃鼻涕哇！哇，这就是万界八荒镜的碎片，我前世的记忆。就打开了，吼吼吼吼，前世记忆开。你给他吃个饭什么样了还吃挑一个，这是怎么糖。哇，小香你快挑。那就不如先尝一下这个原味的。冰冰凉凉的很润喉。哎，小虾你果然是为了我特意，我这是单纯为了充电宝和双电宝而已。这个喉糖吃到后面还有股淡淡的香草味。当然啦，人家是100%瑞士进口自然香草。再来尝尝护身薄荷味，哇塞，清凉感加倍，但是很滋润不刺激。我现在喉咙好舒畅啊，嘴巴里还有股很清新的味道。你闻，这个好好吃啊，酸酸甜甜的。虽然是无糖产品，但是却能吃出爱情的甜蜜味道。你有吗？这款贺佳伦的味道好纯正，包装的颜值还好高。有一股清香，好舒服啊！我选怎么办？五款都想要。是啊，反正我买了两份，还有这些都给你了。别的美女都是花，而我得到一个多肉，还没有花盆。于是我接过了大盒的陶土玩具，准备自己做。开始吧，先捏捏泥。哇哦，这个手感。我感觉成了一个椭圆形。等一下，我用蛮力把它变成圆形。没想到我第一次做这玩意就这么的成功。现在把它挪下来，对，应该是分离了吧。然后呢，等等，怎么拿下来啊？用手把它拿下来。你是 happy 吗？哇哦，感觉还可以。作为全网最有排面的赛，我决定给自己换一辆跑车。还可以吧。殿堂级作品，宅家牌聚宝盆完成。希望出现在我聚宝盆上的各种宝宝，记得给我打钱哦。不如对我的聚宝盆许个愿吧。涨工资，涨工资，涨工资。为了看小鹿，我来到了日本。こんにちは、わたし梗仔来的是。今天我来到奈良看小鹿，大家看神奇的小鹿。哎呀，不要装逼，不要装逼了，不就来个明孝陵吗？其实这里是南京的长山鹿苑啦，这是专用鹿饼，门口就可以买到，然后可以喂小鹿。小鹿，真的。你怎么这么懒，吃东西都不站起来？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哦，你的眼睛好大哦。好乖啊。回手掏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我在他们三个当中好抢手。回手掏。哦，哎呦，小鹿灰猫太可爱了。听说墨鹿角可以带来好运，今天，哼哼。让老板给我加工资。不用到日本也可以录录，时间地址交通都帮大家标注好了，快点双击截图收藏吧。我一直都很好奇一个问题，醉虾真的能吃醉吗？于是我怒买了两斤醉虾，把我的钱买了好吧。为了科学严谨，我顺便买了个酒精测试仪。那由此证明这个酒精测试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个醉虾长得还挺好看的。红的多味啊，这味重吗？
那你觉得你吃几个会醉？就是这种玩意儿，我十斤都不会醉。还有谁？我醉了，但我觉得我可以。不得不说，虾还是挺好吃的。啊，真香，真香。还是零。这个酒精测试仪有问题。酒精测试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你这个操作，你要帮我再睡。耿奶奶千杯不醉，我今天就要吃光这两盘。不行了，耿奶奶千杯不醉。OK， 1:30。我吃哭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宝贝？不想了。不吃啊，好，我们帮你吃第一盘。就是吃醉虾的后果。你们知道不吃一套烛光晚餐需要多少钱吗？很多崽子们都渴望拥有一次浪漫的烛光晚餐，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经历过的人。我也是没有想到。怎么回事？香薰蜡烛必备，晚餐必备，烛光晚餐的奥义是 romantic， 所以玫瑰花必备。是不是觉得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呢？没结束啊，我还要吃呢。懂不懂浪漫你？这么好的气氛，怎么能少得了酒呢？给一杯酒，你还想喝？没醉。这是河道一日本三得利出品的玉小酒，很好喝，很火的好吧？只有3%的酒精浓度，相当适合烛光晚餐的时刻饮用。还不错，入口有白桃的清甜和气泡巧妙融合，毕竟是你在亲自挑选。还有另外5种口味，超级 nice， 这么一套下来一共才500不到，比起去旋转餐厅之类的简直划算天天的太多了，而且更有新意，管他男生女生，必拿你的，必拿必拿下。我是仔仔，没有我整不了的东西。用玫瑰花也能做口红纸，我也要整一个。首先要找一支野生玫瑰，美丽的玫瑰是带刺的。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。我给我剪掉一下。研磨过程中加入一点柠檬汁，一起几百个，再来杯8年的白酒。怎么好像做成草莓果酱的感觉了？浸泡完之后取出晾干，哇，鼓上去必备胭脂，怎么样？有了。哇，这个颜色也太美了吧。嘿，我玫瑰花做口红纸你学会了吗？